Hey， 你曾经深深喜欢过一个人吗？喜欢，我第一次真正懂这两个字的意义，是在我17岁的那个秋天。在那个秋天，我遇见了他。钟少熙，跑快一点！在那之后，原本这世界上最可笑的两个名字，无聊的西洋老歌，都开始有了新的意义。遇见他，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寂寞的我，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寂寞。原来，偷偷喜欢上他。